我出去看一下。今天是2月2号，那是烤鸡，烤鸡，然后这是个猪排，看起来不错。哦，这个大伯在说丁俊晖，斯诺克 ，Yeah，from China。这个猫成功霸占了我们桌子。时代孩子啊，佛系。看我的，就在吊床上面带孩子，然后我们在一个牛圈旁边啊，像是一个农场一样，像一个农场一样，惬意。哎呀，在躺椅上面带孩子多轻松，又不哭又不闹。这是娜娜妈妈给她做的量身定制的药物。阿文。又中彩票了，哇，18000可以啊，还可以啊。那20000是吧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5000-6000块钱。他上午就在那里算彩票，算了一上午，下午就中了，可以。中奖的彩票，这个有多少？三万七，将近4万吧，4万株，差不多10000人民币。今天运气这么好，爆棚啊！你们简单看一下他的每一期彩票。怎么算出来的？反正我是看不懂他这个是干嘛。反正每期他都写这些数字，算。那今天中了比较多吧。他今天中彩票的原因是他在 Facebook 上面看到一个小孩子出生，然后他就买了彩票。Last week， 哦，上周看到一个小孩出生，他就买了相关的数字。拿了个玉米出去溜达，火鸡。Hello， 火鸡 ，talking， 这是小火鸡吗？你们可以猜一下这个桶是干嘛的？基本上家家户户门口都有这个桶，你们可以猜一下是干嘛的。来嘞，开始喂，这他们种的蔬菜。Sweet potato. Oh yes. Okay. 红薯。哎，我靠，山东，咦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这个叶子没人吃。这是木瓜。100,000 10,000株，10,000株，2万2万2，这块地2万2，哎，很便宜啊。这个粮食很便宜，但是这个形状不好，一个长方形的。